我的小麻鼠魔法犀利手杖已经完成了冰之书、电之书、蜜之书，今天就来安排最后一个光之书吧。完成了。接下来的沉浸式手账，我打算做十二星座系列。你们想先看哪个星座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这次我又准备做暴躁式手账。突然，我妈出现在我身后。你这是在干嘛？我做手账啊。你这是做什么手账？我做暴躁，不是，沉浸式手账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拿出这块板子就是要做你那个什么暴躁式手账，吵死了！这个板子我没收了，给你买了一卷新胶带，你好好做个沉浸式手账。啊，这，我妈居然给我买了小麻鼠的汪肥猫润新胶带耶。那就一起来做个沉浸式手账吧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之前我做暴躁式手账的夹板被我妈藏起来了，这个板子我没收了。今天趁她不在家，我开始在家四处翻找，这里没有，这里也没有，再看看这里，哦呵，原来在这里，赶紧先带回书房。哎，这居然有一个小麻鼠的新胶带，还有张小纸条。给你买了新胶带，不过只能用来做沉浸式手账哦。温柔可爱的妈妈。那就听妈妈的话，做个沉浸式手账吧。这是妈妈从 PDD 给我买的胶带，小麻鼠天鹅湖，很少见的灰白配色，真是浪漫又独特。PDD 现在有个宝藏活动，双十一前天天有低价秒杀。全场9.9元包邮，还有运费险，点左下角进9.9元专场到。好了，话不多说了，开始沉浸式手账吧。
下去就怕来不及。天气说变冷就变冷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早一起床，我就发现了床头柜上的惊喜。我的新胶带又来了，我妈又留了张小纸条。啊，这也太简洁了吧！不过我还真懂了。给你买了新胶带，要做沉浸式手账哦，懂了吗？懂了，沉浸式手账，来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我走进书房，看到桌上有张小纸条。给你买了新胶带，不过我藏起来了，你自己在家里面找找吧。温柔美丽的妈妈。啊，这我妈怎么也学会给我整活了？好吧，先去上次的柜子里找找，居然不藏在这里了。难道在厨房？没有，这里也没有。难道藏在我的新包包里了？啊，哈哈哈哈，找到你了。这又有张小纸条。恭喜你，你找到它了。记住要做沉浸式手账哦。好吧，今天就继续做沉浸式手账了。对了，宝子们，你们双十一囤手账素材了吗？ PDD 双十一发了超级券包，点左下角就能领了，还可以叠加百亿补贴，正好价，速速囤一波手账素材吧。如果妈妈一看到这个视频，也记得点左下角领券哦。我已经开始期待我的下一卷新胶带了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享受沉浸式手账的治愈吧。街头转向，为你和谁动手？